说连都来看我，是不是讲话的拢无？因哪会用对我这么残忍？佳佳是你的牵手呢，你这么爱你，这么相信你，你哪会当安尼对他？你哪会走啊？凤霞，你认准你是谁啊？你凭什么敢就这样在讲话啊？你为什么跑啊？我怕你拄好尔。够糟践伊的话啦！好啦好啦，唔爱安尼，你根本无这个做样子。你做这什么？说你懂不？我这病到这么严重，你完全无爱插，敢若讲要照顾，那是什么当衰夫人？领导的人的死活，你家己负责。有啥子？不听！你竟然想要拍我的臭囡仔，你这个低狗不如的人！订阅我们哟。